喂，小烈，都分手了，你又来烦我。我说了，我讨厌秃顶，你还拿假发套骗我。我已经代管买了我们公司那款最贵的生发灵。你再等等我，我再努力了。喂，您好，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 根本没有。喂，小丽，别挂，我有毒发了，真的。小丽，你看。我真的长头发了，快进来，是真的，你摸摸看。怎么样，我说吧。别走，九号玉体第101次培育结束，此次收集活发98701根，毛囊完好，可进行人体植发。现在对玉体进行记忆清除。第102次培育开始。喂，小丽。